和老婆吵架必胜之道。通常男女吵架双方都有对有错的吗？当然女人不这么认为啦。假设一个场景是男人对完了，这样子，你有没有搞错哦？你把我们辛辛苦苦存了那么多年的血汗钱，整50,000块钱，通通给了网络诈骗，而且还是爱情骗子。这爱情骗子有陪我聊天吗？你都没有陪我聊天，谁讲我没有陪你？我好像真的是没有陪你聊天，这样50,000块又好像很值得一下哦。